何恒子，你看我干什么？你叫谁何恒子？从见面到现在，你都对我哼了好几次了。你看你又哼了，这要是到了灵气宗，万一被误认为你是猪精变的，你够了，月藏，你过来坐我身边。宋姐姐，你今天真漂亮。油嘴滑舌，那些与你不清不楚的女弟子，就是这样被你勾勒。